之前呢，在没有系统的学这个课程的时候呢，其实是自己怎么想怎么做了哈、啊，就是说自己的安排啦，想到明天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就去安排。但是通过这个课程的非常系统的一个学习的方法，包括也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套系统。那么学了这个系统之后呢，就非常的明白我们要的是什么。不只是现在啊，是我们以后每一天整个拍摄的进度，我们应该怎么去安排？通过这些的学习之后呢，其实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到，知道我们未来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缺什么，那我们又需要些什么？我们需要谁来帮助我们来做这些东西？其实，在这些课程当中呢，我们都已经非常详细的学得到。OK， 然后其实对我自己个人来说的话呢。就是未来不管是可能影视戏剧方面，那么这一套系统呢都会非常好的去辅助到我，那么去做未来的一些编排啊，未来的一些制作，这样啊非常好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学，非常非常好。